大家好，这里是正佛天空新闻台连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1575集的播出，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是早上。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慧基金刚大权神王佛圣号心咒，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同时我们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哦。南无慧基金刚大权神王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神王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神王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神王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神王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神王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神王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神王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神王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神王佛。唵俱卢多那吽喇，唵俱卢多那吽喇，唵俱卢多那，唵俱卢多那吽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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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唵俱卢多那吽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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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俱卢多那吽，唵俱卢多那吽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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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唵俱卢多那吽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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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俱卢多那吽，唵俱卢多那吽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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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俱卢多那吽，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基金刚大权神王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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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圣声闻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圣声闻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千声闻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千声闻佛。好，来看看现场的同门，林大伟啊，罗美芝，好，哎，哇，要数比较快，啊。那个伊德利瑞金瑞金拉物有感受到慧智金刚法流加持的，麻烦留加一哦。伊德利罗美芝这个萨措珠王国会基真斯巴拉旦王月英莲花金王木玉基真秀丹肉你好，吴秀吉加一王国会李大伟黄传义何建宏吴秀吉美丽啊张平师姐 N。嗯修电现在 NG 我知道念嗯修电好，王国慧张平师姐黄传义林慧晶那魅力好林永妹王国慧加一 Regina 物加一王木一加罗美芝，好，我们奉请慧智金刚嗡俱卢多难哄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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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嗡俱卢多难哄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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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俱卢多难哄嗡俱卢多难哄嗡俱卢多难哄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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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千声闻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千声闻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千声闻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圣声闻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圣声闻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圣声闻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圣声闻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圣声闻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圣声闻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圣声闻佛嗡俱卢多难哄热嗡俱卢多难哄热嗡俱卢多难哄嗡俱卢多难哄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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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嗡俱卢多难哄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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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受到慧智金刚法流加持的麻烦留言加一哦嗡俱卢多难哄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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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俱
红热。嗡吉噜哆喃红热，嗡吉噜哆喃红热，嗡吉噜哆喃红热。啊，嗡吉噜哆喃红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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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吉噜哆喃红热，嗡吉噜哆喃红热。哇！慧济金刚大全神王佛，哎，刚刚同门李瑞珍、于阿梦、Tracy Strong 啊，张欧川加一、梅娟你好，赵淑珠、Grace Fan， 哎，陈宝珠、李梅六、Henry Fang 啊，甘凤丽、李梅六、哎，安妮安妮哈、Andy Frank 啊，花太郎加一。吴秀吉、林永妹、王国辉加一、Regina Wu 加一、王木玉加一，啊，还有简单 Major， 好，谢谢大家上来今天的读书会直播。昨天吃饭的时候，我跟师尊讲，师尊大家要买冰淇淋供养你。我们在网络上贴，网络上贴我没有贴啊，等下被敲头。说大家买冰淇淋供养师尊，我以为师尊会讲说不用啦不用啦。师母说呢，那个怎么样寄过来，寄过来都融化了。那师尊就是这个他的冰淇淋是特制的啊，那那个说要他我后来问厨房组的，他说找那个又懂得师尊用的口味，特别口味的无糖的冰淇淋，要无糖的才可以，而且要非常懂得。那师尊呢之前在那个西雅图雷藏寺接受采访哦，他讲说这个地球的世界其实还有别的空间哈，别的净土的空间。他说有一个人就是有一天到了桃花源，然后呢走一走，就是经过河流就到了桃花源，那边的人都非常的好，而且呢那边的时空好像就是非常的就是停留在一个特别的时空里面，然后他住了大概一个月多，他就想离开。离开的话呢，那边的人也告诉他，绕那个树，然后呢，好像是敲三下就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等到他回来原来的地方，已经200年了，呵呵，已经过了200年，儿子孙子都不在，只有曾孙还知道，说他有个曾祖父。因为呢去了一个地方不见了，师尊说这个是真实的世界，因为呢在地球上有竟然有不同的空间，这就跟大家补充的。陈云飞讲师 Dester 阿 Ben Lin 是找谁呀、上师娟娟化立冬带莲花明智新金娟 Anna Yong 美娟简单张欧川吴小芳。好，今天呢又要跟大家介绍伏魔平妖传，如果有想到的话再跟大家补充哦。这里是早安，你们是晚安。好，先把书把它打开，哇，又是色魔入心。那色魔入心的真的故事好多、这个是色魔入心之四，还有色魔入心之五哦。那也是讲到了那个鸡童。好，先把书摆好，就是说呢有一个鸾堂的那个台湾有鸡童，对不对？我记得印尼邦迪亚纳，他每年印尼的坤殿每年的鸡童的那个活动吧，鸡童的庆典，鸡童的庆典这个好像有成千位鸡童一起来做庆祝的活动。鸡童呢他就是那个人要成为能够通灵的人，那神明下降的人，神明下降的人呢他就可以拿着这个这个桃木还是这个伏鸡木，然后写神明下降的意思，来带上天上神来这个传法，来传播法教。那有的是正的，有的是邪的，
哎，但是百分之百是真的，是百分之多少是邪的？哎，这个师尊知道，师尊有讲，很多都还是有待要进步的空间。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乩童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哇，哎，一位鸾堂的镇乩手，哎，这个乩童姓郭，很年轻，才28岁左右。哎，所谓的鸾堂呢，就是指伏击，刚刚跟大家讲哦，哎，这个写字神仙指示的，嘿，但是呢，这个要修炼成乩童的人，本身戒律要很清净，要持斋，要清净，然后要修到那个灵体要很清净、很精进啊，才会正神下降。嘿，有的乩童他给人家报名牌，有的乩童呢，哎，这个吃槟榔、抽烟、喝酒，那个就是不及格的。你看到那个赶快跑，那个不一定是正神下降，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灵下降。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乩童他下降的灵是什么样的？哇，这个乩童呢，神下降的时候，木笔哦，木头的笔会自动跳跃写字。一个人扶着笔，或者两个人扶着笔在写文章。目前在这个当时在台湾非常的多哦。那这个郭先生是经过坐静的训练哦，他们就是等于说有闭关的训练，成为真正的乩童。然后呢，有奉着上天的旨意来这个帮忙人，然后也写了很多劝善的书，大部分都是劝人家的。本来他也是做得很好。那发行很广，他的书还发行很广，声誉也不错，本人也信佛，也拜佛，也很虔诚，一心一意的替这个公庙寺庙来服务众生。嘿，那每逢要轮到他来这个用乩来降到身体的这个日子，每逢这个日子他一定要沐浴斋戒才入到沙盘，等候请神伏击。然后呢，这个神灵下降要伏击，诶，给他的指示也是给他的勉励有加。本来是一个很正的人，可是呢，这个可能没有修过不净关，没有修过白骨关，没有破过这个色的关，还是被考验了。什么考验呢？在这个原来在伏击的旁边呢，也有人在唱字，他在那边写，旁边的人在唱这个字，他在写，他的内容是怎么样，也有记录的。要有记录的叫做笔生，笔生呢就是毛笔的笔，生命的生，笔生。有一天在沙盘又来了一个记录的，旁边在记录的或者在唱名的哦，那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长得很可爱，是一个少女，穿着天蓝色的哎那个鸾衣哦，头发自然飘逸，那个非常的整齐，哎，脸色柔媚，那个光彩夺人，看得非常的清新可爱哦嘛，人见人爱。这个姓郭的乩童一看，哇，口水流了，非常的这个对这个女生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可是他不是在伏击吗？怎么在旁边看女生呢？哇，马上就被这个女生哎的漂亮所吸引，差一点伏击的笔都差一点伏不动了。过了几天，姓郭的竟然在沙盘上就写几个大字，就说正乩哦，郭哎郭生啊，嘿，有仙缘，嘿，需要再次的闭关，而且呢要跟一个女生闭关。这个女生闭关正是新来的这个嘿清新少女的这个哎，这个小姐有叫什么名字吗？哦，叫做某某芬，阿芬，就讲做阿芬吧，跟阿芬一起闭关。哇，嘿，本来呢这个伏击的人神明下降要叫他闭关，那这个宫庙的人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可是要跟一个女生闭关，大家就问说那是哎这个姓郭的一间，这个阿芬一间吗？哎，大家就问哦。啊，这个哎姓郭的这个夫妻的又讲，今天神明讲，因为呢你们要相信这个神的清净，相信这个灵体的清净，两个人一起闭关在同一个房间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啊，意思是这样。哇，
那所以呢，这个阿芬小姐她也是天非常的天真，很浪漫，神仙如此，只是自然高兴非凡，对不对？认为这个是很奇遇哦，很奇妙的礼遇，哎，那认为说这个是好事，所以呢，她也就答应了。到了，哎，两个人在同一个房间闭关。闭关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出来了，那只有吃饭的时候人家送饭过来。第一天闭关的时候呢，哇，姓郭的这个姬童开始教育这个女生，他讲说古代有一位将军要遇到一位仙女哦，哇，这个仙女很漂亮，将军非常的威武，这个的仙女哦，想要那个下降要嫁给这个将军，但是将军就大怒，后来这个将军就死掉了，嘿，那有一天就生病死掉了，然后呢就去这个去求仙女，仙女告诉将军哦，有一天将军不是病到快要死了，然后就去求仙女，仙女就告诉将军说，人家当初要嫁给你就是用我的仙气来渡你，结果你都不要，好了，你现在生病了，我也没办法救你，好，拜拜，嘿嘿，这是我加上去的。后来呢，已经没有这个，最后这个将军死了，已经没有救了。哇，这个人家两个人在闭关，这个姓郭的跟那个学妹在讲这个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呢？哦，就是意有所指。好，第二天呢，这个姓郭的又跟姓这个阿芬又讲哦，神仙救人的方法非常的多，那个。哦，世俗的人是不会明白的，我已经具有仙家的正气了，你我这个相聚，我们这个相聚七天，你一定会得到我的神仙的气了，然后呢，哇，超过你苦修五年，嘿，你跟我在一起，拿我的气度给你，超过你修行五年，我把功力就输给你哦，就输送给你，你一定会记忆力充沛，你一定会仙气充沛。然后那个女生阿芬就想，这个傻傻的就问说啊，如何得到你的得到仙气呢？那个哇，这个色狼就出来了，嘿，那个姓郭的就讲，你要跟我睡觉，嘿，我的仙气呢，自然能够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我们两个要肌肉相亲，就是要睡觉，然后呢。身体就会，我的身体的气就会进到你的身体了。那这个阿芬呢，他那个时候也信以为真，也不会觉得说那个是骗的，那个女生都很单纯哦，所以这个家里的父母如果说有亲人哦，那个要去那个宫庙遇到乩童跟他讲什么，讲到这个财啊色的问题都是要非常的注意啊。那这个女生呢就不疑有他，就真的跟他有肌肤之亲，两个人又闭关了，就把少女的贞洁就献给这个姓郭的姬童了，嘿，然后呢，姓郭的又跟这个女生讲，哇，天机不可泄露，我跟你做特别的加持哦，你不可以让别的人知道啊，可是呢，天机不可泄露，但是他的肚子泄露了，原来那个阿芬肚子越来越大。肚子怎么越来越大，竟然怀孕了，那他的父母发现了非常的震怒，宫庙的人也非常的震怒啊，两个闭关闭到那个女生怀孕了，嘿，渐渐的膨胀起来，形成了弥勒菩萨的大肚哦，哇，那个这个父母就闹到这个寺庙那个宫道教的宫庙，嘿，然后呢给了一笔遮羞费把女儿带回去。那个宫庙也非常的震怒，震怒什么？这个姓郭的这个乩童居然是假冒做官闭关的事情，然后把那个女生骗到手，嘿，真的是这个令宫庙门羞，于是噗就把他赶出去了，嘿嘿，哇，所以呢，这个昔日奉旨造作的书，以前他写的灵书。都很多人在看，现在呢大家都把它丢掉了，因为这个人已经道德败坏，嘿，这种糗事，嘿，所以呢师尊说呢，这种很丢脸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公诸于世，
让人家大家都明白，这个无知的少女也要明白，不要着了人家的道。嘿，据我所知，色魔的力量是号称天魔第一。老和尚、老道士遇到色魔，也是这个色魔入心，仍然是非常的颠倒。何况是姓郭的这种小伙子，遇到那个姓王的小姐，已经情不自禁了，居然假借这个用这个鸡同的笔来写出来，叫他跟阿芬闭关，才发生这种事情，那搞得这个宫庙乌烟瘴气。嘿，所以呢，师尊勉励叫大家要小心跟注意。好，就是第一篇的故事了。哇，好，丽莎娟、徐婉清、美娥、朱玉泉、罗丽华、萱萱娟、丽莎娟、Joanna Low、Jenny、欧之瑜、Jenny Jean、陈凤梅、Michelle Lee、赖玉晶、林燕芬、Judy Dan、张宏志、Sina Wu、李正国、戴旭华、翁慧仪、萱萱娟、Min Jun Ding、秋花 day 啊，杨之山沙样，啊，黄佩文，与阮珊珊、以心 Kenny、Alicia、永兰 Chan 啊、Henry Han， 还有杨龙啊、波丁啊、Alicia 啊、Kenny、新军卷、陈乔峰，还有Karen Low、吕梦峰、徐婉清，好，谢谢大家。好，这个就是，所以你说。夸赞自己道力、法力、神通，有正气的人，你能够相信吗？就算有神通的，到最后也会有变质的。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他有时候就拿一个佛牌给我，哇，这个佛牌加持，我说哇，怎么充满电流，哇，怎么法力很强。他也送我，他证明说他自己是真的有实证、有力量的。有一天，他那个也是被色魔拷倒了，然后离开宗派，也是离开他，这个他也是弘法的，离开弘法的行列了，但是应该没有离开宗派啊。哇，就是这样。那所以你说，还有一个人，我进到他的密谈。唐卡法流非常的强，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法流很强就很厉害，不一定哦。进到他的密坛，他的修法，他的那个金刚密坛是不让人家进去的，法流非常的强。结果后来呢，过了几年，听说他跟人家有小孩了，也是通不过这个色关，还有的通不过前关的，我遇到过的，一桌大家吃饭，他碰过的杯子啊，用过的餐具都有法流很强，全身都有那个，他护魔法已经修了3000坛，结果呢，后来听说他侵占了一个道场，侵占了整个道场，把人家侵占了，这发生在国外的事情。所以呢，不要被神通迷惑，不要被他正量迷惑，不要被他的什么气迷惑，那个后面的故事还很长哦。好，阿吉那物古方之，Spider， 今天好像没有展现法宝哦，好，展现法宝，我这个，这个法宝有没有展现哦？好，你要我展现法宝，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你们知道这个法宝是什么吗？这个是我舍不得卖的，里面是天眼神通符，这个是千手千眼观音，那这个是符筒，画符的符筒，千手千眼观音，你看，这个是呢，上一次春季大法会，师尊传这个，白度母的天眼秘密神通法的时候所示的符，这个符呢里面有盖印章，然后放在里面，那他们呢，我说慧心上师你怎么没有把它吃掉？我说吃掉就没有了，我要带在身上，所以我就把符筒带在身上，然后呢，有时候修观音。把它触天心，有人问说：“上师，我带了这个佛牌，这个是符的筒子哦，叫符筒，上面有千手千眼观音哦，那我把它变成项链，喜欢吗？”好，
那这个每次戴这个项链齁、哦、佛牌你要出大天心，奉请根本传承，奉请主尊，这个佛牌的主尊千手千眼观音降临加持放光，然后呢再把它戴上去，就是开光，就是触解脱法，接触的触解脱法。好，哎，法宝展现了，原来这边还有展现法宝哦，下次我再带我从台湾带来美国的法宝。好，嘿，已经庙里面的鸡童有时候感觉到底讲的真的还是假的，小心，嘿嘿，廖景佑，嘿，其实师尊讲90%几都是假的。嘿嘿，徐婉基、李梦峰、Karen Low、钟小兰，哎，好、哦，江平师姐喜欢嘿嘿 ，Lotus 妹啊 ，Key Lee Yap 啊、哦，好，古方师 Asina Wu、甘风丽，好奇女儿不在家去官房，那哎七天什么男女同房，王姓少女的父母为什么不一早就怀疑留意哦？对，嘿，这个家长也是要有责任的哦。Asina Wu、古方师。张平师姐如果喜欢的话，我下次从台湾寄一条给你，这个有福筒的要吗？好，廖金禅师姐乖哄凤啊，刘春梅。好，那么呢再跟大家介绍下一篇色魔之心入心之舞。哇，这个是什么出家人，上次我要跟你讲，你坐 Anson 的车子你回了台湾，法仙气还在，你在坐哇啊，那个是你赚到了，嘿嘿。好，那接下来色魔入心还要入什么？比丘尼，小比丘尼的心哦。月刚出家的这个女生，那成为比丘尼尼姑，那为什么她也会色魔入心呢？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哦。她就说有一天有一个老比丘尼带着一个小尼姑来见师尊，师尊一看，哇，这个小尼姑竟然是色魔入心。师尊讲的这几个字，老比丘尼点点头说师尊讲的非常的准、哦、那问如何解救，原来是怎么样，这个小比丘尼、哦、小尼姑大概就是20岁，因为失恋而出家剃度。这个出家不是你在逃避情感的，如果那个一时的这个情场失意，但是内心还有对情的渴望，嘿，不见得就是遁入空门来逃避，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态度来去面对，走过这个情伤。可是他走过情伤的方法竟然是出家，而出家之后他遇到事情呢就是这样，嘿，那这个反正小比丘尼小尼姑呢就是逃避这个情伤，在这个老尼姑的这个道场哦、那沐浴半青灯过了3年，一切都平平都非常的平静，到有一次发生了一场车祸就是有人发生了一场车祸，那老尼姑跟小尼姑就去白事诵经，白事诵经的时候看到了车祸的那个年轻人的照片，小尼姑心里面突然一阵迷惘，哇，这个使得这个年轻人为什么长得那么帅，那如果他不要死，如果我没有出家，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对的情侣，只是动这个念头惨了，嘿嘿嘿，哇，那他自己在本来在诵经哦，然后呢诵经都在发这个念头，哎，对，谁知道已经就色魔入心了。回到庙之后呢，哎，晚上一入睡，这个年轻的少年竟然来找这个小尼姑了。嘿，小尼姑呢也忘记了自己是出家人，两个人就跟这个男的鬼就一起睡觉了。嘿，然后呢，那个少年每个晚上一定到，哦，有时候隔个一个晚上。后来刚开始是晚上到，后来白天也到，然后这个小尼姑身体越来越虚脱了，嘿，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嘿，连白天小尼姑也可以知道说这个男的鬼在他的房间里面，东西会自动的掉下来，
很多奇怪的事情讲也讲不完。那老比丘尼也看到了奇怪的事情，嘿，而且发现了自己的这个徒儿小尼姑，白天好像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完全不像一个清净的修行人。然后呢，那个胃口也很差，茶不思饭不想，然后形神就是日益的消瘦了。请医生看，当然医生也看不出来这个女生为什么身体越来越瘦，气越来越差，治也治不好，诵经礼忏也没有用，这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心，怎么诵经礼忏？这个色魔入侵竟然是这么的厉害。然后呢，幸亏这个老比丘尼又读过我们师尊的文集，他知道说，诶，师尊是对这方面是特别能够对治的，所以呢，小比丘尼就求那个老比丘尼带着小尼姑来找师尊求化解，没想到师尊一眼就看出色魔入心了。然后呢，师尊告诉这个两位这个比丘尼，告诉他们，哎，这个鬼啊，这个男生的少年英俊的鬼，可以借由比丘尼的这个气，好，练成太阴炼形之术，日后化形害人。哇，师尊说，如果不除掉这个少年鬼的话，有愧于职责。嘿，于是师尊画了一个净明五雷符五道，各安在门窗上面，再画一道正衣斩邪的符，安在小尼姑的床头。隔了一个礼拜多，老尼姑跟小尼姑都一起来跟师尊道谢了。据说当天晚上风在吹，嘣嘣嘣嘣嘣，呼呼，嘣嘣嘣，然后外面有人有脚步的声音，可是呢，怎么样都进不来，嘿，然后呢，这个第二天窗户震动，呼啦呼啦，但是睡中也没有梦，嘿，那个后来呢？师尊用了这个正衣斩邪术，发出一道白光，射到窗外。我看这个，鬼少年也被这个被阵法阵法射住折服了。嘿，然后师尊讲说，这净明五雷符是他的祖师太玄真人所传的。太玄真人是得道的真仙，净明五雷符不同于一般的五雷符。至于这个正衣斩邪符是青山道长所传的，玄之又玄，一向落地，神剑落地，伏法升空，哦，那所以呢，这个师尊深深的知道这个道家的法，嘿，是非常的厉害的。哎，我已经请了一个道家的一尊神像，嘿，张天师，嘿，他也是正邪的，嘿，我觉得就是像金刚神、金刚护法一样的。他也是除魔正邪的，哎，非常厉害的祖师。那师尊呢，这个把这个小尼姑的问题解决之后呢，他带着老尼姑到一个地方，那告诉这个老尼姑说，这个小尼姑呢，师尊看到这个小尼姑这个脸色还是有这个春天的样子哦，嘿，那个。哎，让他还俗，哎，师尊说还是让小尼姑还俗吧，哈，哎，那个老尼姑也说对啊，他那个还是有世俗的念头，哈，那如果有佛缘的话，其实是不会沾染俗尘的，就是他有世俗的念头才会遭逢这次的灾劫，哎，老尼姑也同意了，师尊讲说。那眉角含春，脸成桃花，这个就是想要结这个尘世之缘，未来还是会有问题的。嘿，那他那个遁入空门，那只是一时的，那个因为情伤而把这个出家当作是躲避情伤的地方，其实他的情还没有断掉，嘿，还是让他还俗吧。最后老尼姑听师尊的劝解，也劝小尼姑还俗，小尼姑还俗之后不久就恋爱结婚，哎，后来就结婚了，哎，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师尊讲说，学佛也要有佛缘，学道也要有道缘，哎，然后呢，哎，这个
哦，你修道然后又色魔不除，哦，很容易就毁了自己一生的修为，哦，就是这个第二篇色魔入心的故事。好，我们来看同门古风豪，还有林伯夏，啊，今天念头就是能量，刘碧霞，李金淑 ，Penny Low 啊，哦、，Penny Loy， 哎，好，罗宝珠、吴小军、罗美芝哦，你很不幸，基同只敬拜护持师尊是真佛，哎，好，刘碧霞 ，Jan， 哎 ，Julia Jan 啊 ，Spartan 啊，好，啊 ，Lightning Jan， 好，谢谢大家，今天介绍了这两篇，好，还要介绍什么？密教智慧剑。密教智慧剑昨天介绍了两个天，六个天的两个天，对不对？一个是圣义天，一个是这个升天。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又两个天，这个两个天呢，第一个天叫做字天，文字的字。那我们那个在密教里面，比如说 Om Mani Padme Hum， 你是观想中文还是观想梵文？一定是观想，观想梵文的种子字的，你不可能是观想中文的，那梵天也是大梵天王所传的，哦，这个天上的文字。然后呢，这个这个中文就是那个那个人类所用的。那梵天是天上的文字，当然要观想天上的文字哦。所以字天呢，哦，梵字、藏字都可以通行。梵那藏字是从梵字所变化来的。用汉字可不可以？虽然说不可以，因为我们密教的法是从印度那边传来的，印度的发源地，然后呢，印度传到西藏的时候，藏字也是应用梵字的变化，梵字可以观想的，那观想这个字天，像我们每次在修法，对不对？前面有座大湖或者大海，湖面光明如镜，湖海的中央升起朵白色的莲花，上面有蓝色月轮，对不对？月轮观，月轮观中间有白色的红字，对不对？月轮观那个观想这个红字、种子字，这个就是字天，就是你在修字天。字呢就是文字的字，天空的天，就在修字天了。然后呢，这个修月轮观，月轮观有阿字的也是哦，对不对？马上有钱那个阿字，阿字的观想，那个也就是修梵天，修字天，哦，文字的字，哦，你们可以打字过来，我看看写字天，哦，看看，写给大家看，字天，哦，A-T-A-N 天，好，字天，好，写上去了给大家看哦，它这个天叫做字天，那修这个月轮观就是在修字天，有咒字，有种子字，旁边有整个咒语或者咒轮，而且修字天还要观想到什么梵光啊，哦？那以前呢，师尊有修什么？又写这个血字，血字又有人说那个 tree 啊，对不对？那再来就是说你，这个是 Om Ami Deva 血，就是这个血字。好，给大家看，又差一点弄倒，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梵字？这个有没有中间这个梵字？梵字有没有？这个是血字。你刚刚看到这个里面这个，这个是血字，就修字天。字天呢，可不可以旋转？有人讲说旋转的话头晕头转，晕头转向哦，旋转。所以说不是，为什么要观想这个种子字旋转？都对，我们像我们在修。上师相应，释迦行相应，那修很多本尊的相应，都有观想这个中间的梵字，然后旋转，旋转就是让它旋转的放光嘛，对不对？放光十方代表光明旋转，照向四面八方，十方法界全部都是因为这个种子字的旋转照射。所以呢，有人讲不要转身，说他主张是要旋转。梵字要旋转，十方放光，十方都是咒字的光明，那通通要放光出来，这就是梵字的观想。好，再来下一个天呢，叫做色天，大家打字一下，颜色的色，天空的天。哇，什么叫做色天呢？色天就是，师尊讲说这个要放光，
放光加持哦，嘿，那他说观想我们每次都回向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对不对？上哦，回向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每次都有回向上报四重恩呢，佛菩萨放光，然后放光完之后下济三途苦，再把这个光照向地狱畜生恶鬼，叫做下济三途苦，嘿，本身得的光明再放给地狱恶鬼畜生，三途众生化为光明，他们本来在黑暗，然后你化了三重光，嘿，就变成照向他们，就变成了光明的净土。这个是密教行者所要做的，这个就是发大菩提心。所以师尊讲说，我们在修法当中呢，不是要下济三途苦，不是要放光吗？哦，所以呢，不是那个，诶，念一下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没了，原来还要观想，好，观想佛光照你，那这个光明照向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那全部本来在黑暗的，全部都变成光明。哦，所以从月轮当中的咒字中放种种的光明，然后布满整个虚空，变成大供养云，嘿，那你修月轮观，对不对啊？观想这个月轮，然后有种子字，比如说白色阿字旋转放光，然后就变成很多的光明，很多的光明的云供养给佛菩萨护法，佛菩萨护法呢在下降放光照了你，然后这个光明照了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嘿，那变成这样子，这个呢就是变成光明的净土，嘿，那这个光明来了就会把自己的业障污秽化成黑迹，从脚底流下出去，流你还要观想齁，这个业障呢从脚底那边把它流出去，整个地都是黑的，然后融到地底下消除了，自己变成全身都是光明的，再用自己心轮的光明转了这个咒月轮光明，放光去照三道的众生，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的众生。好，接下来月轮中的种子字跟咒字都化成光明，布满虚空之中，那虚空中的光明变成大光明云，供养下光明云解救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哎，这些众生苦难得到光明，灭地狱苦，这种修叫做摄天。哇，名字很长哦，你观想这个种子字放光旋转，对不对？修自天，自天旋转之后呢，哇，这个变成光，光像云一样，光明云供养佛菩萨，佛菩萨呢在放光在照你，对不对？哇，你也变成有光明了，这个光明呢再给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哎，让大家都变成一片的光明，然后那个你的业障呢从脚底流出去，大家黑夜都从下面啊地底下流出去，全身都变成光明透明，哇，这个就是修，哎，修这个摄天，好，所以呢，这个密教智慧见，哇，讲得很深入的，哎，从圣意天自己跟本尊合一的圣意天，哎，到升天念本尊真言相应的升天，嘿，到观想种子字的字天，好，再来就是观想这个光明云照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嘿，让大家都清净的色天，好，介绍了四个天，明天下礼拜一还要再继续介绍，嘿嘿嘿，好，就是这个密教智慧见，他的修法，好，密教的修法，好。金欢丽 Karen 喽，还有李美仪、顾叶豪、灰妮 Win 啊、Ari 啊、JJNG、汪明阳、莲花桂玉新君卷啊、色天，哎，好，王玉志、何建宏，那个最近有个同门问我说，慧君上师，那个吼，每次读书会直播啊，加持都有法流下降，如何修到法流下降？他们问我如何修到法流下降，哇，那个哦，要修到法流下降，告诉大家一定要业障消除，业障清净，业障消除，因为没有业障一大堆，那一修法，对不对？入坛一条虫，出坛一条龙，活蹦乱跳的，一修法就碎了，那个就是身上还有业障，还有黑气哦。
所以呢，一定要修法，一定要清净业障。所以四加行百字明咒非常重要。你们有没有师尊的百字明咒？师尊念咒的咒音啊？嘿，我看看哈，我那天找到了，哎，我不知道在这个手机还是那个手机，反正有师尊念的百字明咒。你可以把师尊念的百字明咒的中音把它播放，哇，也是加持力，让你专心的一字一句去跟着师尊的咒音，又传承的咒音，哎，清净，好，也是这个观想光明云，对不对？供养佛菩萨，然后师尊的光啊，佛菩萨光灌顶，然后又下济三途苦，对不对？修自天跟摄天也是嘛，对不对？哦。另外一个呢，诶，我最近常常修的就是啊，我喜欢修观音深坛城避灾法。观音深坛城避灾法，大家还记得吗？诶，啊，观音深坛城避灾法呢，要观想什么？诶，你的头发聚集起来，变成诶这个千手千眼观音，然后呢，你的皮肤呢聚集起来，变成一个宝盖啊，一个伞盖。耳朵呢变成伞盖两边的佛幡，上面写 Om Mani Padme Hum。然后呢，眼睛变成什么明珠哦，这个珍珠钻石。鼻子呢变成宝石，牙齿变成璎珞。然后呢，脚底变成蓝色的风轮，那密轮变成红色的火轮啊，肚脐的脐轮变成那个绿色的水轮。那心呢变成黄色的土轮，然后呢脊椎骨的脊椎变成啊以那个须弥山，那自己在须弥山顶这个静坐，我是把这个变成一个录音的音档，嘿，变成音档，在这个每次静坐的时候就一直播放一直播放，那个也会清除自己的业障。有人听了这个音档，然后在修哦，他说那个全身的业障哦，像那个箭一样，咻咻咻飞出去哦。嘿，你那个业障出去之后，你修法就开始会有法流了。有时候呢，这个观相谈禅避灾法，你说一轮大概观五分钟，对不对？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三十分，反正我是用音档，对不对？你在念咒，那个法流下降就会非常的强啊，这个就是。要消业障的，或者说你这没有这个呢，观音深坛城避灾法，你没有这个得到灌顶，你准备要灌顶，你就可以修了。欢迎大家写信到西雅图回信中心来求妖怪，不然的话，你真的是好好的念百字明咒，嘿，观想金刚萨埵，也是哄字旋转放光 ，Om Bija Sado Samaya 哇，一直念一直念哦，那清净你的业障，对不对？哎，现在还有一段时间，我来带大家来念百字明咒，求金刚萨埵加持。嗡别扎萨埵什么呀，玛诺巴那呀，别扎萨埵的诺巴的扎。这座美巴瓦苏多卡伊美巴瓦苏布卡伊美巴瓦阿诺拉多美巴瓦萨瓦西蒂美波拉亚扎萨尔瓦嘎玛苏扎美吉达摩斯里热哈咕噜哄啊哈哈哈哈巴嘎文萨尔瓦达塔嘎达别扎玛美门扎别吉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哄佩。大家念这个咒可以观想金刚萨埵，那或者观想太阳的光，你看后面的画哦，那个画有没有那个白光，对不对？哦，这个也有白光，哎，反光，白光一直铸造，哎，也可以。嗡别扎萨埵萨玛雅玛诺巴那雅，别扎萨埵德诺巴的扎。
这座美巴瓦苏多卡伊美巴瓦苏布卡伊美巴瓦安诺拉多美巴瓦萨瓦西蒂美波拉亚萨萨尔瓦嘎玛苏扎美吉达摩斯里拉古鲁洪哈哈和巴嘎文萨瓦达达嘎达别扎玛美门扎别吉巴瓦玛哈萨玛亚萨多阿洪嗡别扎萨多萨玛雅玛诺巴那雅别扎萨多德诺巴德扎扎卓美巴瓦苏多卡伊美巴瓦苏布卡伊美巴瓦安诺拉多美巴瓦萨瓦西蒂美波拉亚萨萨尔瓦嘎玛苏扎美吉达摩斯里拉古鲁洪啊哈哈哈和巴嘎文萨瓦嘎塔嘎达别扎玛美门扎别吉巴瓦玛哈萨玛亚萨多阿洪培。哇，就是百字明咒多多念，嘿，金刚萨埵他是五方佛的法王子，他会清除业障。哇，好哇，这个李碧梅、Low Kelly、Kevin Ong、娟娟，那、那个哦，那个谁贴出百字明咒花太郎哦，刘春梅、观音圣坛的避灾法非常出色，很快消业障，感应很快。对，哎，你那个业障消除了，请问有连接吗？哎，这个歌对不对？哎，到我的 YouTube， 然后找妙音世界，妙音世界有我唱的百字明咒。嘿嘿嘿，或者你搜寻莲花慧君百字明咒，看看有没有这个歌。那如果你们想要观音圣坛城的那个音档哈，音档现在没有挂上去，因为改天我挂上去好了。你们可以私下Messenger 跟我联络，要音档的话，你们要存在手机，然后常常重复播放。重复播放哦，那个入三摩地很容易的。哦，入定啊，观想很容易，一轮两轮，你可以观完，你在这个修正行都会帮助你那个法流下降很快哦。给中丹啊、还有这个水妹红啊、翁明阳啊、林伦啊、郑音乐、Karen Lo、金湾、金湾林嘿、林美莹嘿，当然有时差，嘿嘿嘿嘿，你知道今天几点起来吗？早上一点。那昨天几点睡吗？八点，太累了。那反正呢，一点起来，然后就忙网路洗澡，然后用东西，那修法就到现在。好，李美莹啊 ，Ari、Winnie、Vin 啊、桂玉师姐，好啊，汤姆，嘿，莲花画画，好。节目最后太感动了，眼泪都出来了。呵呵，你是说百字明咒是不是？好，那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来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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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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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这佛中弟子是莲花慧君，以及众大德今此作回向，祈愿根本传上师，愿师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无住涅槃，佛体安康，一切度众的誓愿悉皆圆满吉祥。祈请佛光助照师尊师母长寿健康，回向所有看直播看重播的大众，得到佛光护佑守护平安，一切如意吉祥。我们以感恩的心做观想大礼拜，一拜师尊十方佛，嗡白光阿红光红蓝光观想顶礼善应，二拜十方诸菩萨，嗡白光阿红光红蓝光观想顶礼菩萨善应，三拜护法金刚，嗡白光阿红光红蓝光观想顶礼护法金刚善应，四平的稽首礼敬十方圣贤。好，谢谢大家，看看同门的留言哦。大家的留言名字都念过了哦。有个Eva Dio Lotus JB， 嘿，你好。那今天介绍两个又是色魔入侵的，一个是鸡童，嘿，鸡童呢不好好的当鸡童，跑去跟女生一起修同修，还骗那个女生的。还有一个是小比丘尼，这个情商出家，可是呢看到了一个这个往生少年的照片，动了情。然后呢这个色魔入心，这个鬼天天找他，后来还是找师尊去解决了。所以修道的人这个这个心魔真的是要去注意齁、哦、才不会去被这个魔趁机而入。那密教智慧剑介绍了两个天，对不对？一个是智天，一个是色天，那就是修梵智的天，一个是修回向的天，那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几篇文章，对不对？好，看看同门，Kelly，谢谢大家。那么呢，这个礼拜又告一个段落了，下个礼拜一到五，我们的这个读书会直播仍然是台湾的时间晚上9:30会在线上为大家服务。那周六周日请锁定正佛天空新闻台，有师尊的这个文章开示，那有我拍的照片，那正佛天空综合台有最新的正佛宗内的报道，欢迎大家给我们继续这个继续支持。我们感谢师尊佛菩萨给他们救命，I said to Yabby Brimling。 好，那个大家这个晚安吉祥，给大家么么哒嘛。哇 ,MB 烂，哇你那个最后一个留言。好，谢谢大家，拜拜。